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，祝大家平安。今日是常年期第十四主日，晋堂咏。天主，我们在你的殿里沉思默念着你的仁慈。天主，你的名号远达地极，你的右手充满正义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大家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各位主内兄弟姊妹，我们怀住感恩的心开始这个主日的感恩圣祭，感谢天主在过去一个星期对自己和自己家人种种的眷顾，让我们时时怀住感恩的心去生活，让我们在主的台前承认自己生活上仍然是有过犯，有很多未符合福音精神的地方，我们求主宽恕，求在场的兄弟姊妹，我们彼此代祷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同圣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天主在天受光荣，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。主天主，天上的君王，全能的天主圣父，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，赞美你，称颂你，朝拜你，显扬你，感谢你。主耶稣基督，独生子，主天主，天主的羔羊，圣父之子，除免世罪者，求你垂怜我们；除免世罪者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坐在圣父之右者，求你垂怜我们，因为只有你是圣的，只有你是主，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。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藉圣子的谦卑治下，拯救了陷于死亡的世界，你既使你的子民摆脱罪恶的奴役，求你恩赐他们圣洁的喜乐，将来得享永恒的幸福。因你的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同你同圣神是唯一的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今日的读经是月年读经。读经一，攻读厄则克尔先知书。当上主向我讲话时，有一种神力进入我内，使我站起来。我听见上主同我讲话，他向我说：人子，我派遣你到以色列子民，到反抗我的叛逆之民那里去，他们和他们的祖先直到今天还违背我。虽然那些子民厚颜无耻，心肠患难，我仍派遣你到他们那里，向他们说：我主上主这样说，他们原是叛逆的家族，无论他们听或是不听，终究都要承认在他们中有一位先知。上主的话。感谢天主。
答唱咏，答句是：我们的眼睛注视着上主，直到他怜悯我们为止。我们的眼睛注视着上主，直到他怜悯我们为止。高居于诸天的上主，我举目仰望你，正如仆人的双目怎样仰望主人的手。我们的眼睛注视着上主，直到他怜悯我们为止。看，正如婢女的眼睛怎样注视主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就怎样注视着上主，我们的天主，直到他怜悯我们为止。我们的眼睛注视着上主，直到他怜悯我们为止。上主，求你垂怜，垂怜我们，因为我们已尝尽了欺凌，我们的心灵已经饱受骄傲人的欺凌，富贵人的耻笑。我们的眼睛注视着上主，直到他怜悯我们为止。读经二，攻读圣保禄中途至格林多人后书。弟兄姊妹们，为了使我不会因那高超的启示而过于高举自己，故此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，就是撒旦的使者来拳击我，免得我过于高举自己。关于这事，我曾三次求主使他脱离我，但主对我说：有我的恩宠为你够了，因为我的德能在软弱中才全显出来。所以我甘愿情愿夸耀我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德能常在我身上。为此，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喜欢在软弱中，在凌辱中，在艰难中，在迫害中，在困苦中，因为我几时软弱，正是我有能力的时候。上主的话。感谢天主。福音前欢呼。阿利路亚。阿利路亚。上主的神临于我身，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播喜讯。阿利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攻读圣马尔谷福音。主，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，门徒也跟随着他。到了安息日，耶稣便开始在会堂教训人。众人听了就惊讶说：他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所赐给他的是何等的智慧？怎么藉他的手行出这样的奇能？这人不就是那个木匠吗？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、雅各伯、约瑟、犹达、西门的兄弟吗？他的姊妹不是也都在我们这里吗？他们便对耶稣起了反感。耶稣对他们说：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、本族和本家之外，是没有不受尊敬的。耶稣在那里不能行什么奇能，只给少数的几个病人浮手治好了他们。耶稣因他们的无信心而感到诧异。上主的话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今日的福音，我们听到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在会堂教训人。但是结果呢是怎样呢？那些人是很惊讶，但是圣经说他们对耶稣起反感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當然可能有很多原因，但是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的身份問題，他認識他的出身是怎樣，所以因為他的身份而被人反對是幾普遍的事。我就今天想用這個來做主題，有時因為你的身份你會被人反對，用這個來做主題，用這三篇讀經去反省，看看給到什麼啟示我們今天的人。第一篇讀經來自厄則克爾先知，我多次提厄則克爾是一個亡國的先知，即是說正正是猶大亡國的時候，天主選他做先知，向猶大的人民講出這些亡國的訊息，所以不受人歡迎的。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因為這班，正如這裡所說，這個是叛逆的民族，這班人是時時反對天主，因為反對天主，無論你派哪一個來，只要你是天主的代言人，即是先知一般都是天主的代言人，你派哪個來，個個他們都會反對，所以先知是不受歡迎。很明顯，主要的原因就是這班人本身是叛逆的人，他們反對天主，反對所有由天主派來的先知，所以先知都挺苦的，因為他的身份就被人反對。這個第一篇讀經給到我們的一些啟示，你的身份就是人家反對的理由。第二篇讀經來自格林多人后书，这里是格林多人后书第十二章。第十一章的里面呢，保禄就讲了一个很出色的他受苦的清单，即是说他为了传基督的福音呢，受到无数的苦难，他数晒出来在第十一章。然后去到今日的第十二章，他又讲出另外一些东西。首先我们看到为什么保禄受这么多苦呢？传耶稣的福音，因为他的身份是基督的宗徒，他经常都在书信一开始就讲这句话，基督的宗徒保禄受派遣去做一些东西，他认识到自己是基督的宗徒，那些人反对基督，所以你是基督派来，中途的意思就是受派遣出去的，那他们就是人反对，就是因为你的身份，你是基督的中途，那人反对基督的年代，所有中途都是被反对的对象，所以保禄受这么多苦传福音都是因为他的身份的缘故。今日他不单止是受了很多苦，今日他还提出一样东西，他仲喺佢身上有一根刺，呢根刺系乜呢？大家都系得个古字嘅啫。佢话有撒旦嘅使者嚟拳击我，咁啊，好可能呢根刺呢就系佢身上有啲疾病都唔定，可能啦，或者其他嘅嘢，总之令到佢系相当痛苦嘅一样嘢。啊，佢曾经几次求主使到呢啲嘢离开佢，使到佢起码健康啲啊，舒服啲啊，传福音都会好啲啊。但系主就话有我嘅恩宠为你就够啦，唔俾啊，俾到一个好靓嘅信息我哋啊，点解做一个宗徒受咁多苦嘅呢？佢个身份已经受苦啦，仲喺佢身体上面仲苦上加苦啊！但系嗱，呢个系伟大嘅宗徒啊，保禄。他说我甘心情愿留在我的软弱当中，我甘心情愿，因为我软弱的时候正正是我刚强的时候，我现在晓得我不依赖自己，一切的力量是来自主的，我身上这些苦不算得是什么，我不会将我的注意力放在我的，我又受这些苦又受那么多苦，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困苦上边，佢将自己全力去传基督嘅福音，呢个真系我哋伟大嘅宗徒。好，第三篇嚟自马尔谷嘅福音啦。
正正是今日耶稣翻翻自己的乡下，在会堂里面教训人。那些人的反应呢，是很惊讶，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讲出这样的道理呢？是惊讶，他认出这些说话后背低的智慧，他们承认的。他亦都知道耶稣行过很多奇能，因为在耶稣未去未回乡下入会堂教训人之前，耶稣已经在外面出了名，治病驱魔等等，已经成名，他们听到的。但是他们对耶稣起反感，为什么啊？这里起码这段福音就讲得很清楚，因为他认识耶稣的背景。这个人不是木匠吗？我们用今天的说话，就是起底，起耶稣的底。这个是身份是什么？木匠而已。有些地方就说他木匠的仔，但这里直成说他是木匠，就是说耶稣曾经做过木匠。木匠是一个不受人尊敬的行业，在那个时代，即是说看不起一个做牧长的人，怎可能讲出这些这样的道理呢？怎可能行大奇迹呢？不可能的，他牧长而已。跟着再数下，我都说这些起底，起底的文化，不知道是不是从圣经开始，我们看到，跟着就数他了，这个是玛利亚的仔。他们的兄弟不是在这里，数了他们的名字，他姊妹不是在这里，这些可能耶稣的亲戚同兄弟姊妹啊等等一扎人。是说他是玛利亚的仔呢，是有些轻视的。他应该说他是约瑟的仔才对，通常是说阿爸的名字。但可能约瑟已经死了。玛利亚呢，即是用玛利亚的名字是有些轻视。还有就是意思，因为若失死了，可能说这个寡妇的仔来的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他的兄弟姊妹个个就跟我们生活在一起，一个普通人来的而已，为什么可以做出这么多这些奇怪的事啊？这么大的智慧啊，起反感。让我们看出这个是人的一些通病，在那个时代，在圣经时代已经是很普遍。耶稣的出身呢，到处是被人看不起。如果你有记得其他事例，你记得纳塔乃尔，当人家介绍耶稣给他的时候，是纳扎勒的耶稣，他立刻说出了一句很轻视的说话，从纳扎勒还有什么好东西出，看不起他的出身。即是说纳扎勒是一个在当时是一个小地方，如果要出名，你说在耶路撒冷又不同，在伯冷又不同，因为达味在那里出身。纳扎勒从来都没有出过好东西，看不起。所以呢，这个是那个时代就是这样，看不起耶稣基督做这样东西。马尔谷的福音是很想带出耶稣的身份，他很想，起码他第一章第一节已经说耶稣基督，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，想人家认识耶稣，他是基督，他是救主，他是天主子这个身份。然后福音一路讲下去呢，都是慢慢慢慢介绍他这个身份给人。所以当啲人轻视耶稣基督嘅时候，就係、否认啲咩呢？否认耶稣就係佢哋等待嘅救主，唔承认一个冇可能嚟自纳扎勒嘅人能够成为我哋嘅救主。所以佢当佢哋拒绝耶稣呢个身份嘅时候，其实都係慢慢慢一步一步拒绝承认耶稣嘅身份。所以好可惜的是，这个耶稣的来临正正是要显示出自己是救主，是天主子的身份。
我们反省这个这样的主题，因为你的身份的缘故，是很多人会反对你。这种这样的文化呢，其实是很普通的。在圣经里面，我都说这种这样的起底文化呢，圣经很流行。魔鬼一见到耶稣，第一句就起他的底。纳扎勒人耶稣，我知道你是哪一个，你是天主的圣者，讲完话了，叫出他来自哪一道，纳扎勒，你叫耶稣，我知道你是哪一个。魔鬼声大夹恶，这种起他底，但耶稣一句话，不要出声，走，他就要走。然后在其他地方，我们又听到犹太人轻视耶稣，他就说墨西亚如果来呢，没人知道他来自哪里。但耶稣这个人，我们知道他来自哪里，他来自纳扎勒，他没可能就是墨西亚，就是因为他的身份，他来自什么地方，不承认他能够是民族等待的墨西亚。圣经就会是一些这样的事。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社会同样都有一些这样因为身份的缘故受人轻视。我们有时我们自己不知不觉，我们都会做了这些这样的事，看不起人。举一些例子，来自 Band 3的学生哪有好事啊，我们是不是会有时都会这样说，我们看不起，因为他们来自某一个地区某一些学校，我们就是看不起人，以为这样的地方不可能出到一些好事。我自己又想起我从前的一个教授，徐福官先生，他是很有学问的人，但因为他的背景，他没有读过大学的，因为打仗时候他是从军，没有机会读大学，所以当他入以凭自己的实力入去教书的时候，就是没有人看起他，说他兵哥当教授看不起他。人就是这样，好在他自己凭自己的实力慢慢写很多著作，你没得否认他的实力。但是一般人就是这样，他在大学的时候是不受人尊敬，就是因为什么学位都没有，为什么入大学去做教授，看不起你。人就是这样，我们的时代会是这样。我们看回历史呢，我亦都发现有些这样的事实存在。你要攻击一个人呢，就攻击他的出身。我们的历史上面是这样的。比方我举一些例子，唐代大家都知道武则天当过皇后，但是啲人讨伐佢嘅时候，当时一个大将军讨伐佢，徐敬业就请咗一个好出名嘅才子骆宾王，叫佢写一篇，即係话要出兵讨伐佢嘅时候一篇核文。呢个人一开口就是起武则天的底，这些是起底文化，说他性非和顺，地实寒微，说他出身低微，这个人没资格坐到这么高，坐到唐代的皇后，没资格，他只不过唐太宗的一个妾侍而已。所以这些起底文化看不起人的出身是很普遍，你攻击一个人就攻击他的出身。清代要讨伐太平天国洪秀全的时候，第一句话说他是什么东西，这个是科举都中不到的秀才来的，即是他没有资格，他连出去考公开试都不合格。很多人就会是用这样的方法去看不起一些人。有时都希望自己不要不知不觉
墮入咗呢一種咁樣，即係因為別人嘅出身而睇輕視人嘅一種習慣。有時我哋都免不了有咁嘅做法，所以提醒自己唔好咁樣做。但係另外一方面咧，我哋都有注意到一樣嘢啦，因為我哋嘅身份，我哋能夠係被迫害嘅對象。我哋是基督徒，我哋嘅身份，每个人都是基督徒，能够因为你嘅身份嘅缘故，你能够受到歧视，能够受到迫害，能够有，使到我想起一样嘢，我哋睇真福八端，三种圣分，我哋成日都讲八样嘢是有福的，其实你睇真啲啊，是有九样嘢的，不是八样。不过冇乜人注意第九样嘢啊！嗱，今日我就喺呢度提，里边仲有一个喺八端之后，耶稣加上去嘅第九端啊！第九端就系人，有人因为我名字嘅缘故而捏造一切坏话诽谤你哋，你哋系有福噶，因为我嘅缘故。人捏咗一切坏话迫害毁谤你哋呢，你哋係有福嘅。係你哋喺天上嘅赏报係丰厚嘅。呢个我认为係第九端。二千年嚟基督徒因为係基督徒呢个身份被迫害嘅日子多得很。所以唔好忘记，我哋唔应该因为别人嘅身份睇唔起人，但係当我哋因为自己嘅身份受到轻视、受到压迫嘅时候，都要记住耶稣基督呢句话，真福嘅第九端，人因为我嘅名字而辱骂迫害你哋，你哋係有福嘅，因为你哋喺天国嘅赏报係丰厚嘅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让我们起身向天主宣发信仰。我信唯一的天主，全能的圣父，天地万物，无论有形无形，都是他所创造的。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，天主的独生子，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，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，出自光明的光明，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，他是圣父所生，而非圣父所造，与圣父同性同体，万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，他为了我们人类，并为了我们的得救，从天降下，他因圣神由童星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，他在搬着比拉多执政时，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难而被埋葬。他正如圣经所载，第三日复活了。他升了天，坐在圣父的右边。他还要光荣地降来，审判生者死者。他的神国万世无疆。我信圣神，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，由圣父圣子所共化，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崇，同享光荣。他曾藉先知们发言，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，我承认赦罪的圣洗只有一个，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。阿们。各位主内兄弟姊妹，让我们这个团体，将我们每一个人连同自己的家庭、我们的教会与我们社会的需要，都向天上的慈父祈求。请为普世教会祈祷。启示真理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在今天的福音中，你藉着先知的身份走进世界，向不认识你的人启示自己，求你祝福你的教会时常谦卑自下，
在拒絕真光的世界中，見證你的慈愛和義德，帶領世界認識你，歸向你。為此，我們同聲祈禱。求主俯聽我們。請繼續為各國的疫情祈禱。創造生命的天父，我們感謝你，讚美你。新冠肺炎的疫情在不少國家仍在反覆，求你垂顧各地的人民，使亡者安息，病者早日痊愈，並求你祝福各地的醫護人員，讓他們能得到你的助佑，實踐你醫治和照顧的工作。為此，我們同聲祈禱。求主俯聽我們。請為因真理和愛而被拒絕的人祈禱。照亮世人的天主，我們感謝你，讚美你。有許多人因為實踐真理和愛而受到拒絕，甚至遭受迫害、凌辱及殺害。求你光照迫害者的內心，讓他們看到你的愛和恩寵。為此，我們同聲祈禱。求主俯聽我們。請為受危機的胎兒祈禱。創造生命的天主父，生命是珍貴的恩賜，不過有些胎兒因不同的原因而未能順利出生，求聖父收納這些胎兒的靈魂，並保護面對危機的胎兒和家庭，使胎兒順利出生，健康成長。為此，我們同聲祈禱。求主俯聽我們。天主聖神，請你降臨，充滿我們的內心，教我們時刻謙卑自己，不與世界同謀，在拒絕真理的地方中，堅持做世界的光。現在，讓我們靜默片刻，求聖神把我們的內心的請求帶到天父面前。愿基督那份超乎各种意想的平安，固守我们各人的心念、累念。为此，我们同声祈祷。求主俯听我们。仁慈的天父，以上是我们这个团体向你的祷告。在这个主日，我们求你赏赐恩宠给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使到我们都能够有一份接纳别人的心，不要看轻别人的出身。但如果我们因为自己的身份的缘故受到歧视迫害的时候，想起耶稣基督的教训，因基督的名而受毁谤迫害的人是有福的。我们这样祈求，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基督的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们。上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大地和人力的产物呈献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上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饮品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这杯葡萄酒呈献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各位主内兄弟姊妹，请你们祈祷，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。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上主，愿我们向你献上的礼品净化我们，使我们日新又新，迈向天上的生活。
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要你的心灵同在。请举心向上，我们全心归向上主。请颂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，藉着我们的主基督，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能使人得救。基督怜悯人类的过错，甘愿由童贞女降生，受十字架的苦刑，救我们脱免永死，又从死者中复活，赐我们永生。为此我们随同天使、总领天使以及天上的神圣歌颂你的光荣，不停地欢呼。圣圣圣，上主万有的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奉主名而来的多受赞美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上主，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，因此我们求你派遣圣神祝圣这些礼品，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，得甘愿舍身受难时，拿起面饼感谢了你，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，又感谢了你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为纪念我而举行这事。信德的奥迹。基督，我们传报你的圣死，我们歌颂你的复活，我们期待你光荣地来临。常主，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和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能够在你台前侍奉你。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在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之后，因圣神合而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，我们的宗座处理汤汉书记，我们的后任主教周守仁神父，以及全体教士，使他们在爱德中日趋完善。求你垂念我们的兄弟姊妹，他们怀住复活的希望而安息，并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。求你垂念我们众人，使我们能够同天主之母、童贞荣福玛利亚、圣母的正佩圣若瑟、诸圣宗徒，以及历代孝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显扬你。藉着基督，皆同基督，在基督内，一切崇敬和荣耀归于你。全能的天主圣父及与你同体的圣神，世世无穷。阿们。让我们一起用耶稣基督亲自教我们的经文，向我们的天父祈求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我们期待住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，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因赐我们今世平安，
所以我们仰赖你的仁慈，永久脱免罪恶，并且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。天下万国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中途咁话：我将平安留俾你哋，将我嘅平安赏赐你哋。求你唔好睇我哋嘅罪过，但睇你教会嘅信德，并按照你嘅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系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愿主嘅平安常与你哋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大家互祝基督嘅平安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赐给我们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。今日离赴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领主荣，请你们体验，请你们观看，上主是何等和蔼慈祥，投奔他的人真是有福。请大家祈祷。上主，我们既领受了你丰厚的恩宠，恳切求你使我们时时保持你所赐的救恩，并在生活中不断赞美你。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们。愿主与你哋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大家俯首接受天主嘅降福。愿上主降福你哋，保护你哋。阿们。愿上主嘅慈颜光照你哋，仁慈对待你哋。阿们。愿上主转面垂顾你哋，赐你哋平安。阿们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的降福临于你们，并永远存留在你们当中。阿们。弥撒礼成，感谢天主。